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刘宇。最近发现大家的眼神真的非常好，竟然看到我有完美日记的小猪盘，不是我说，真的超级好用。他们家除了眼影，我还买了好多。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东西，噔，就是这款新出的明片唇釉。当时一眼就被它的颜值所吸引，设计非常的 free， 超薄的外观也非常好携带出门。现在嘴上涂的这一支就是我手上拿的002号色 ，Nice to meet you， 很高兴遇见你。你看它的不仅是外观好看，颜色也很美，它是一个清透甜美的无花果粉。素颜都可以涂，很显气色，而且它是那种充满着阳光的味道，特别美好，就让我想到最近认识的新朋友们。 Nice to meet you。 如果你平常化妆想显得更加精神，除了最重要的眼妆，然后就是唇妆了。004号色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推荐 Look at me， 看着我，涂上它就是那种非常有气场的感觉，特别显白，很能拔高自己的气质，一上场所有人都 Look at me。 最后这支 Don't judge me， 不要定义我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，听名字就觉得它是那种非常有个性的人可以涂的，颜色很耐爱看，上嘴非常轻薄的感觉，是黄皮都很合适的肉桂红棕色，莫名有种低调的高级感。 Don't judge me。 好了，今天就给你们介绍到这里，走，努力工作去了。